就扫荡的这个声音，要跟给咱感谢台，是咱今日的七十岁的团体新竹和民轩，有的咱的主理委员谢汉国，带领着200名的新将，八冠啊，要来也通过咱的这个感谢台，因正方的主持，就是我拄只咧讲的吼。咱北馆啊，跟南馆啊，分馆无同馆，咱南馆的定都万岁哈，定都。我主任委员带领着200名的好朋友来跟咱新竹的高雄朋友也来赞敬，新竹的成功成皇公爷来跟赞敬哈，感谢感谢着咱啊谢汉国主任委员，谢谢谢谢。来，咱有真侪医生吼，伊有派一个啊，这个书记啊，要过来讲啊，咱我把这事办个到位吼。来，准备的车看到，天王帅主杨永明，气武的助理，先叫下面的。现在请到道心洪庙洪志天高老君，由县长谢汉平率领上路下主持员领导，准备向道心洪公爷行三鞠躬的第一鞠躬，再鞠躬，还鞠躬，内行，谢谢，非常。啊，感谢咱的严严静哈，谢汉博谢村长哈，那么来邀请咱村长啊，起来咱感谢台啊，来领着咱新竹高雄公爷，来欢迎郑来胜哈，哎、啊，这个这个啊，感谢真嘛，感谢真哈，啊，何委员，为咱感谢，郑总兵，郑总兵，好、啊，谢谢啊，谢谢啊。还有我们高鸿安委员、啊、一起来做见证，好、啊，再一次感谢，好、啊，再次感谢，来，现在奉给咱啊这个感谢台啊，其他的这个大头顶啊，大头顶，代表发音的这个感谢哈、啊，感谢感谢的啊，连接啊，那个就是贾连秀哈，啊，贾汉杰贾连秀啊，来再见，多谢多谢，再次的夸奖。感谢小姐姐，谢谢，多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。多谢咱下面天，咱的大高雄，叫做咱这个北北部的这个团队吼，多谢。继续要来感谢咱感谢台，也是咱新店何明轩哦，啊，咱的这个红房的这个队哦，红房的队哦，好，谢谢，非常感谢，非常感谢，谢谢，谢谢。何明轩呐，咱北馆的大团队吼，就是这个大罗，啊来这个大队吼，啊大罗来大队，啊今天咱几个啊这个队伍吼，都喊啊这个老的啊来做啊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新竹和民轩，啊，咱的这个新竹的这个团队哈，同时经过咱感谢台
啊，是咱恒生，啊，咱的范仲坤哦，爷哥，恒生范仲坤爷哥。
谢咱师兄何医生，啊，咱李亚将军，啊，特别来邀请吼，咱西昌万岁啊，做前的两位将军吼，这两位将军嘛是咱今仔日规工来这个城隍祭的活动，头一届啊，头一次，并且咱的感谢台无同款的将军吼，就是咱田都元帅也坐前护卫啦吼，一尊金鸡。金龟将军，第二尊，好、哦，这玉犬将军，永庆将军，大家啦，来用心来看着咱的金龟将军，看着永庆将军，来感谢咱的感谢热情，啊，来给咱的新兵的多谢工作吼，啊，来参拜，谢谢。
既然感谢台，就是咱前副元帅所造成的将军吼，咱金枝金花叫将军，金枝金花将军，感谢，多谢多谢咱新竹何明轩吼，像你啊啊这个老人啊这个战将的这个表演，好、哦、谢谢谢谢。谢谢，要来迎接咱感谢台，咱第二组万岁，所有真个好运吼，然后伊用片将军吼，用片将军吼，咱林前将军啊非常啊有这个庄严的这个保守吼，啊嘛非常啊有深厚的这个看护，啊感谢感谢咱新竹啊何明轩啊啊这个啊战将吼，谢谢。介绍来到咱感谢台，啊是咱的这个观众秀吼，啊一个特别的这个表演了吼、哦，来，咱来欢迎咱新竹安平县的这个观众秀的这个团队，谢谢。
我嘛把麦克风可以简单的大家问好哈。Thank you.